啊，又是你小子。哼，这凹凸大赛也真是不靠谱，几个跳梁小丑竟然能一直活到现在。你说谁是？金，别冲动。反正都是为了从卡米尔这里拿到分数才来的鼠辈，杀掉就是了。大哥，你们手里的是什么玩意儿？算了，抢过来慢慢研究就是了。等一下，还有什么遗言吗？雷师，啊，我们想和你做一个交易。交易？没错，其实我们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而这个秘密关系到你的性命。只要你答应放过我们，我们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，怎么样？雷师老大，别听他胡言乱语，这小子只是想骗咱们不要杀他而已。没有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秘密还和我的性命有关？有意思，我还真是想听一听。那么我，但是你搞错了一件事情。什么？弱者是没有资格和强者做交易的。不管你们知道些什么，是真是假，最后都只能给我乖乖地说出来。我们宇宙海盗有的是让你们坦白的手段。哦，对，还有你们的分数。雷师，你。来啊，谁怕你啊？该死，这样下去。去雷师老大那边，这两个小子交给我们。裴力，我们追。喂，裴力，你的鼻子不是很灵吗？快把他们找出来。不行啊，这里到处都是一股铁锈味，把别的味道都盖住了。可恶，必须尽快把那两个碍事的小子除掉，不能再让他们出现在雷师面前了。喂，帕洛斯，虽然抓小老鼠也挺好玩的，但现在卡米尔那边好像更有意思啊，不如咱们回去吧。笨蛋，你还没搞清楚吗？那两个小子很可能知道了我们要对付雷师的事，如果真被他们躲出来，我们能有好果子吃吗？那又怎样？开腿呗，反正早晚的事儿。你动动脑子行不行？算了，反正听我的就对了。别忘了他们还抢走了你的东西，你能忍？也对啊，感谢我佩利大爷的东西，那两个臭小子必须死啊！分头找，去那边。好。啊。差点没挺住，哎，没想到。
想到你能控制金属，还挺有用的嘛。那当然。喂，别摸我的头。哎，干得好，紫藤家的小子。刚才那种情况下，你竟然还记得把我重要的部件拿回来，值得夸奖啊。其实刚才我还在担心，万一这部件再继续发光什么的，我们就会暴露了。放心，我早有准备，已经暂时把和部件的联动断掉了。不过这里还是很危险，咱们快走吧。出声吗？哼！不管怎么说，至少你们帮我夺回了第一部分身体部件，该给你们点好处了。紫藤家的小子，还不把我的部件拿过来？果然，只有一部分的话无法完成重组。不过还好，资料总算补充完整了不少。那么，是时候兑现我的承诺了。现在，就让我教教你们如何变强吧。啊！真的能让我们变强吗？哼！你们以为我是谁啊？找到了吗？跟丢了吗？这个东西之前是这个样子吗？一个小子的味道。原来如此。佩利，这边。之前我就说过，原力技能就像一颗种子，成长的结果因人而异，影响参赛者强弱的因素有很多，包括心理意志、身体强度，还有原力运用的灵活熟练程度等等。而你们现在需要锻炼的，就是基础中的基础，我称之为意念解构。原力就像你们体内的一座宝库，虽然你们一直在取用其中的财富，但是这座宝库真正的存量有多少，自己的极限在哪里，你们并不知道。而我现在教给你们的，就是点亮自己的意识之光，再以内心深处的执念为影，来倒映出体内的原力本源，进而更充分的调度和使用它们。没错，首先只有深刻洞悉自我，然后才能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实力。现在，按照我说的方法，放空思想，感受体内的原力，带动它去接触你们的深层意识。
你睡觉。不知不觉就。我真的已经很努力了，金。这才是普通人该有的想法。吊车尾啊，连最弱的召唤兽也控制不了，还是家主的儿子呢，真是丢脸。父亲，妃，你太让他失望。操之过急，想让意念沟通自己的原力本源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。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接下来我们还是先去。想去哪儿呀？好，带上我们怎么样？夏老兄们，这下看你们往哪儿跑！没想到那个机器人脑袋还有自我意识，哼，有意思。来得正好，正好试试我们的修炼成果。修炼？就刚才那么一会儿。你说真的吗？别逗了，不要犯傻了，金，你现在这样，连入门都还没。有效哎，怎么可能？你刚才明明是睡着了。因为比想象中简单的多，所以一不小心就……来吧，这次我可不怕你们了。哎，没想到金这小子能做到这种程度，说不定这次我们真的有一战之力了。